Hello， 大家好，我是陆蒋。现在是日本的时间，差不多早上七点。那我现在在去公司的路上。其实平常是不会这么早去公司啊，只是说因为今天有一个很大型的拍摄，是春季新品、春季款式服装的拍摄。听说会去一个很厉害的摄影棚，然后我们公司人就说我可以拍影片，就是记录我作为社畜的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大型拍摄是什么样子。工作人员的角度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很有趣、很新鲜的事情。我知道大家应该看得很辛苦，因为现在这台相机它对焦应该都是对焦在后面的景物，不是对焦在我身上。真的很抱歉，我刚才已经设定了很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这样子，请大家见谅。早上先来公司集合的人呢，是要准备今天要带去拍摄的衣服啊，或是配件之类的。然后因为今天要很多活动的关系，所以今天大家都是穿比较方便活动的。像我就是穿一个帽 T 跟一个黑色长裤，这样比较方便走动。这个花是昨天我们公司的人，他们为了今天要拍摄的时候去买的。我们公司拍摄的时候很喜欢用花哎。我们现在在移动要去摄影棚的路上，我跟 Seika 桑一起去。早安，早安。这次比较重视的是形象拍摄，所以有非常多的配件小物。我们现在已经到摄影棚了，听说这个摄影棚是一个很大的摄影棚，然后有很多日本的艺人好像都在这里拍，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大概是这种感觉。这一位是我们长期合作的摄影师，他们现在在试拍。然后现场这边有提供很多饮料给大家喝，有煎茶，还有昆布茶，还有咖啡，旁边还有饮水机，蛮方便的。那为了等一下拍摄呢， Seika 桑他现在在化妆，他在化妆的同时呢，其他社员就在这里把这次要拍的衣服的造型还有这次的 concept 都贴上来，到时候就会全部都是照片，然后可以边看照片边拍摄。这些呢就是这次要拍的每一套衣服的放大照片，每一套衣服呢都是 Seika 桑他自己搭配的，然后在镜子前面拍。カバンの中身も出演していただいたみるみさんです。为了等一下拍摄，现在 Cody 讲他在烫衣服。这次拍摄要用的饰品呢，都是 Seika 桑他自己的。他的饰品很漂亮，几乎都是金色基调的比较多。然后 Seika 桑他有戴眼镜，他用眼镜的时候有这个眼镜收纳袋，我们公司的人都可以把眼镜戴得很好看。Seika 桑现在刚弄完头发，好可爱哦！やった。全部好きです。自分でもするんだけど、こんなうまくできません。这一位呢是我们的视觉设计师莉亚桑。今何してます？カメラのセッティングをしています。在来 studio 之前呢，他们有买很多早餐，让我们来这里选，因为大家没有时间自己买。先来的社员呢，就会去 studio 买很多早餐。我选的是布朗尼饭团，其他还有大麦饭团跟零食。还有鲑鱼饭团跟三明治。刚才他们说呢，要进这个摄影棚里面的话，一定要穿拖鞋，不然呢会把这个白白的摄影棚弄脏。我都不知道哎，刚才就穿鞋子，然后他们就说不行，这个要换成拖鞋。所以呢，这里都会准备人数份的鞋子，其他要被穿走了，这里剩三双，穿拖鞋就会像这样子。正式开始拍摄之后不方便拍影片，这里就让我用旁白的方式跟大家讲吧。 Seika 桑妆法完成之后拍摄就正式开始。那除了拍形象照之外，还要拍商品的细节。这次拍摄的主题是2021年的春夏款，那现在大家看日本官方的网页应该都已经可以看到所有商品了。那早上呢总共要拍差不多八套衣服，拍摄比想象中还要更花时间，真的是分秒必争。一套拍完之后呢， Seika 桑去换衣服的时候，大家就抓紧时间拍单独的商品照，也会把拍完一套的照片撕下来整理起来。据大家说这样子会比较有成就感。然后整个拍摄结束之后呢，会另外拍一些 Seika 桑他自己 SNS 上面要用的东西。上午拍完照终于可以吃午餐了，本来大家都要吃画面的这个咖喱饭，结果只来了一部分的人的份，剩下的都被 Uber 的司机偷走的样子。那我们就让 Seika 桑还有摄影师、化妆师先吃，我们其他社员另外叫别的便当晚一点吃。最后送来的是这个超好吃的马铃薯炖肉可乐饼便当。马铃薯炖肉做成可乐饼真的非常好吃耶，订便当的人真的太会选了。
那大家就边吃便当边聊天，总共休息时间是一个小时。那因为我们的便当比较晚到，所以我们大家都边吃得很急，但吃得很急还要边吃边聊天。我还记得当天大家都在聊漫画，ミノミさん一直推荐大家看娜娜。昨日ももう2着買いました。何買ったんですか？ベーブトップス。私も買おう。もうやだ。グレーのセット。新作。あれみんな欲しいって言った。みんな欲しいって言ってる。私はグレーのあのセットアップのベストとパンツか、あとあの白がプリーツになってる白いシャツを狙ってます。白いやつ絶対似合います。あ、今日も着てるんですけど白いシャツ大好きなので、ちょっとシャツはマストでゲットしたいなと思って。那吃完饭休息完之后，接下来继续进行下午的拍摄。因为上午的行程有一点拖到的关系，下午大家更具备战斗意识，快很准的要把照片拍好。那除了拍完该拍的摄影，今天 Seika さん还有一个 YouTube 的影片拍摄。等到全部衣服都拍完之后，时间也差不多已经来到了下午五点，大家开始拍剩下的商品照，还有收拾东西准备回公司。那我和日本的 SNS 负责人和 Seika さん移到另一个房间拍摄 Seika さん的 YouTube 影片的素材。因为现在的灯光很好，所以大家どうした？ごめん、みんなごめん。もう一回撮ってもいい？ちょっともっと近くに寄ってもいい？ちょっとなんかね、画角が微妙だった。はい、チーズ。めっちゃいい。画角最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た見て、めちゃくちゃいい。いいシャツ、いいシャツ。お疲れ様です。どうでしたか、ルーさん。楽しかった。初めてです。何が一番楽しかったですか。キラキラしてるセイカさん。私。そう。着回し方は多いなと思って。あの緑の工事組すごい大変なんですけど、楽しく15ルック組みました。それだけ可愛いのが仕上がってるんで。たくさん愛を込めて作ってますね。気にしててください。Hello， 大家，我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那我讲一下我这次拍摄的感想。首先，我要讲的就是真的很兴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有一部日剧叫做《Oh My Boss》，恋爱放别册，是时尚杂志编辑的故事。对于工作的部分，我非常有共感，而且我还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看《Oh My Boss》第一集的时候就有说，模特拍照的地方是不行穿鞋进去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要拍侧拍，我就拿着相机走进去，然后我的同事们就是说，都说个就是不能穿鞋子进去这样子，跟那部日剧的内容一模一样，我觉得很有趣。那我们公司这次主要是在拍春季商品的形象照，所以我们就带了非常多的小东西过去。前一天大家也都非常忙，在确定一整天的日程，还有要带的东西，每个角度也都要列表做得很清楚。现场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闲下来，大家都很认真的盯着那个荧幕，尤其是我们公司的视觉跟 PR 还有 Web Director，他们都很认真的在看拍的每张照片有没有同时维持住形象，有强调商品的细节还有特色，整个行程非常的紧也非常充实。其实这感觉就很奇妙，因为当天看到的场景真的是从小只会在日剧看到，或是以前喜欢杰尼斯他们有一些 PV making 就会看幕后花絮，规模也没有像是拍 MV 这么大啦，但是就很神奇的是，我现在竟然身处在这个环境，觉得非常的荣幸又很幸运。那因为之后预计在台湾也开始拍卖，真的很希望可以赶快让台湾的大家就是背背看我们的包包，或是穿看我们的衣服，就是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品牌的世界观。有非常多拍摄的细节我也不方便在影片里面讲，但是今天对我来说就那是 夢のような世界，那种大家为了一件事情一起努力一起往前冲的感觉，真的非常快乐也非常的好。虽然有很多手续都还在进行，但是希望可以快点通过，然后可以让台湾大家也可以很轻松的买到我们公司品牌的衣服跟包包。也希望在开始贩卖那一天，对商品有兴趣的人，如果你们购买的话，可以实际上摸摸看，实际上使用，实际上穿穿看，跟我一起感受在这个品牌这个公司里面得到的世界观。我觉得共有一个世界观是非常神奇的事情。像我现在透过这颗小小的镜头，虽然我跟大家实际上不认识，但是大家也看到一个面向的我。希望透过这个影片可以让很多可能跟我一样有时候会迷茫，还是有时候会没有自信，有时候会感到疑惑的人，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加油，我们大家可以珍惜我们拥有的，不要忘记要变好这件事情。虽然我对自己还不是说真的非常有自信，但是我很感谢我现在遇到的一切，还有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真的很谢谢大家。
非常的感谢很多愿意信任我、相信我，还有给我机会的人。那我也会努力精进自己，好好学习。以后我也想要成为一个能够给别人机会、能够照顾别人的人。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期许自己，也相信自己可以的。嗯，然后那这个影片最后已经不知道在讲什么了。那谢谢看到最后的你，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拜拜。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